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早晨。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请大家打开经本第二品。我们上次讲到八相成道的转法轮上，我们将上次未讲完的经文再读一次。破烦恼城，坏诸欲浅，洗着垢污，显明清白。好，这一句经文是转法轮上里面的讲到别相，即是分别来详细的为我们介绍那个转法轮是怎样一回事。在我们师父上人的这个科判里面，我们看到别相里面分普贤圣行同埋文殊智慧呢个两个大部分。咁呢度系普贤圣行嘅第一句，叫做破迷启悟。系啦，我哋呢个科判喺呢个荧幕上睇得好清楚。科判就系将呢个经文分成段落，大段、小段、小节。你能够将这个结构看得非常清楚。要学习经教的人，这个科判一定要学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上次讲到这句是破迷开悟。我们知道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我们的本性本来是觉悟的，没有丝毫的迷惑。那为什么现在说要破迷启悟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些是垢污，将我们的本性污染了，盖覆住了，所以呢不能够显明我们的自性。所以要破烦恼城，就将我们这些烦恼通通破除。我们的各种欲望，欲望是烦恼里面最重的，爱欲要放下。他这个用城和千来比喻，比如呢，这个烦恼是非常坚固，好像一座城池，很难攻破。但是菩萨呢都能够攻破。那个堑就是外面的护城河。护城河呢又很阔很深，很难超越。就比如我们的欲望是护住我们的烦恼。如果你不将欲望放下，你的烦恼是没有办法断除。所以一定要小欲知足。修行人为什么要修苦行？为什么要过这么艰苦的生活？目的就是坏诸欲浅，将这个欲望放下。欲望不放下，烦恼没有办法断除，智慧没有办法显出来。所以将这些垢污洗干净了，你的自性的那个光明就能够显露。
所以显明清白啊，就系禅宗所讲嘅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啦。八丈禅师呢个唐朝禅宗嘅一位祖师，佢讲话回脱根尘啊，根尘根就系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呢个就系我哋啊感受外在世界嘅六种器官啊，叫六根。尘咧就系外边嘅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啊，叫六尘境界啊。我哋嘅六根。每日都喺度接触六尘，啊眼睇嘅系色，啊一切嘅物质啊，一切嘅我哋所见到嘅嘢，啊都叫做色。耳咧听声音，啊鼻咧臭香，啊舌尝味，身触物。意咧喺度谂谂嘢，啊意所接触嘅法。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啊，凡夫咧就会迷啊，迷嘅样子系乜嘢啊？你跟住外边嘅境界转啦啊，譬如讲，见到好睇嘅，多睇几眼，哇！今日入秋啦，有新装上市啦，哇！多呢、这个服装今年好靓喎，多睇几眼。啊！睇唔单止，仲要揞下个袋，哇！睇下有冇钱啊，买啲新装啊，我可以换季啦啊！呢、这个就系眼啊，随住色就转啦啊。耳咧听声咧啊，听见好听嘅就想多听一啲，听见唔好听嘅个心里边就唔舒服啦啊！人哋赞叹我哋啊，飘飘然啊。人哋闹我哋几句，哇，个心里边就好难受啊，甚至咬牙切齿啊，一定要报呢、这个啊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你睇下，外边嘅境界有顺境有逆境，你就跟住外边嘅顺境逆境就转啦。啊，顺境嘅时候，你就生贪爱啦，啊。这个逆境里面呢，心啊就生嗔恚啊，甚至生怨恨。这个都是啊跟住尘境啊生烦恼。咁这个回脱根尘啊，就是首先将我的六根从六尘那里收回来。啊，好像大势至菩萨所说，都涉六根，我不要去啊，受外界境界影响了，我将个心收回来，收回来怎样收法呢？八万四千法门都教你收心，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密宗里面用念咒，禅宗里面用参话头，教下咧系读经，啊净土咧系念阿弥陀佛，呢个方法最简单，啊随时你就可以提起阿弥陀佛，正念相继，啊用正念相继嚟都摄六根，啊所以禅宗讲嘅回脱根尘啊，我哋一句阿弥陀佛就得，就系回脱根尘。啊！回脱根尘下面嗰句系咩啊？灵光独耀啊！灵光系我哋自性之光啊！独耀耀系照耀啊！独系咩啊？无二嘅、无双嘅叫独啊，唯一嘅自性系无有对待啊，叫做独一无二啊！
世间一切法、一切现象都有对立，都有对待。啊，好嘅同坏嘅相对，善嘅同恶嘅相对，是与非啊，好与丑等等，呢啲通通都系对待、对立。啊，而将你嘅呢啲对立通通放下啦，不思善，不思恶，啊，呢个时候咧，你嘅自性先能够显出嚟。啊，自性之光就照耀了。所以当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开始是要去执着这句佛号，叫做执持名号。刚刚初发心念佛，你肯定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回脱根尘灵光独耀，不可能，那个是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就这样老老实实去念，一开始是有能念有所念，能念的是我们的心，所念的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你就一路念下去，能念的心同埋所念嘅佛就合起嚟啦，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一路念到落去嗰时候，你念成习惯，念成自然，亦都冇嗰啲谂头话，我喺度念紧佛，就系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一路念落去。念到最后忽然你能念所念通通放下能念的心停了所念的佛亦都放下了这个时候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灵光独耀所以我们净土落功夫就是老老实实一句佛号甚至你不需要问为什么要念怎样去念这些通通不明白都不要紧最紧要就是老实念的时候专注好像印光大师讲给我们听念佛应该怎么念最紧要修摄三根大势至菩萨话修摄六根其实六根你好难你想要管住个六根你有呢个念头已经冇修摄你亦都喺度攀俗境界你攀嗰种六根点样修我哋念佛嘅时候个心一句阿弥陀佛从那个阿弥陀佛佛号从心里面升起来由个嘴念出来再由个耳听入去阿弥陀佛入到个心里面不需要用你的眼根不需要用你的鼻根不需要用你的身根就是口心心是意耳六根里面我们就有这三根就行而三根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根耳根这个是楞严经里面文殊菩萨为我们检选圆通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众生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耳根是最聪明最伶俐就好像你这把刀佢利咧，你好使你攞嚟割割嘢就容易如果系好钝嘅，咁你用起身唔好用，系嘛？咁我哋六根咧里边咧最利嘅系咩？耳根所以最好用。你睇下我哋嘅眼根同耳根嚟相比，眼根睇嘢只能向前看
你想向后睇咧，要拧翻转头啊，咁先睇到，系咪啊？耳根唔需要啊，前面嘅人讲嘢听得到，后边人讲嘢亦都听到噶，甚至隔埲墙都可以听得到，隔墙有耳啊，系嘛？耳根佢个聪明度啊，佢个能力啊，比眼根就强啊。包括我哋理解能力，你用眼根嚟睇经睇书，你嘅理解度不如你听经嘅理解度咁高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点解佢唔写书咧？佢弟子是把呢个经汇集起嚟噶咋，佢自己喺生前一个字都冇留落佢都系用声音嚟讲以音声做佛事。讲经点解啊？因为你听，你先能听得明。我写出嚟俾你睇，你未必睇得明，因为你嘅耳根比眼根要聪明你嘅悟性强所以点解观世音菩萨同我哋呢个地球上嘅众生特别有缘啊？观世音菩萨从啱啱初发心就系修耳根圆通。同我哋呢个世界嘅众生就系一类嘅，同我哋就好有缘所以初发心嘅时候修耳根圆通，一路到成佛啦，仲系循声救苦你边个人有苦难啦？急难嘅时候一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念出声呢个声音一传出去，观世音菩萨即刻就出现。就帮你解脱苦难，沉声救苦所以佢同我哋啲阎浮提众生嘅缘就好深甚至佢比大势至菩萨缘仲深。大势至菩萨佢冇话单独攞出个耳根，佢系都摄六根。呢个系咩咧？系普遍嘅一切世界嘅众生都适用我哋阎浮提咧特别用耳根。用耳根嚟听佛号如果你喺其他世界咧，好似有一个世界叫做香积世界，我哋话香积除香积国嗰度嘅众生咧好中意食嘢而且好识整餸佢哋嘅享受就系食嗰啲嘢所以佛菩萨在那里讲经要怎么讲呢整好靓的美味用美味做佛事因为他们的众生六根里面舌根最利我听就听不明白你给他试一下个味道一试就开悟了这个是香积国的众生他这个根性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世界的众生他的六根根性是不同所以大家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呢要多听经听的时候怎么听叫做摄耳摄耳将个耳朵收摄起来摄耳谛听你听我们听到佛经里面经常说谛听谛听就是你认真听，你专注的听听的时候集中精神，不要打妄想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听经都是修行，他认为坐禅才是修行念佛是修行，其实听经都是修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怎样开悟的？通通是听经开悟的释迦牟尼佛讲经讲到一半有人证果了有人开悟了你看六祖慧能大师怎样开悟的？是五祖为他讲金刚经因为他不识字，他不识看，看不明你跟他讲讲到一半开悟所以呢，我哋识得呢个道理
你禮拜六聽經啊，你唔好當作只係啊哦聽下啲常識，你係當呢個係修行功課啊。你如果識聽，你能夠聽得開啊。點樣先叫識聽啊？都涉六根裏邊嘅，特別係耳根啊。呢、这個耳根聽嘅時候，你要注意馬明菩薩提醒我哋啊，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不着文字上，不着心缘上，不着言说上。文字就是、哎、我们看到这个荧幕上，哦，灵光独耀，这个字怎么写的？灵字这么写的？我的耀字，哦，原来光字边的？着文字上，你在琢磨这个文字，不得，这个是你开悟的障碍。那个字你不懂看都没所谓，你就听。听不明怎么办？听不明你不要想，你一想呢就着言说上。刚才那个定宏法师讲那句是什么意思？没听清楚。喂，还问其他人，喂，刚才讲那句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叫做夹杂啊。你的清净心受了影响了，你不是洗着旧污显明清白，你是加重你的旧污啊，因为你已经不专注了，你不是 正念相继，你是杂念相继啊。所以听的时候听得明就明，听不明由得他，继续专注听啊。那个文字看不明，怎样看不明就算了，就继续看。就读啊，读经又是一样啊。大家去读无量寿经啊，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想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哦，我明白了，即刻写下来添。是，全部都是啊，叫做啊夹杂啊。所以文字上、言说上要放下，心言上就谂，唔好谂，唔好落入你嘅思量啊！因为你落入你嘅思维咧，系变成第六识里边嘅嘢啦。啊，我哋白色里边，你落到第六识，第六识系分别啊！啊，分别完咗之后再执着，所以听咗经仲系变成咗你嘅分别执着啊！这个不是开悟啊，这个加重你的妄识啊，不是叫转识成智，是转智成识啊，烦恼就越来越重。所以学佛真的要有善知识教导啊。我是很幸运啊，跟随净空老法师啊，听经闻法20年。这些基本的道理现在明白啊，该怎样修行啊。所以我要将这些跟大家分享，我识几多我就一定分享几多啊。如果是识得不分享，这个不够意思了啊，一定要拿出来分享。希望大家来努力去修啊，这个方法这个原理你掌握之后，你去用功啊，你能够超过我啊。我需要20年，你可能2年就搞定了，你就开悟啊。关键你要懂得方法啊，所以听经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听啊，不要落入你的思维啊，要这个佛法理从你的耳根直入你的心，入你的真心本性啊。咁样你先能够啊回脱根尘啊，灵光独耀啊。咁喺呢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话，都涉六根啊，正念相继啊，不假方便啊，自得心开。呢个都涉六根，就是洗着旧污啊，
正念相继自得心开，就是显明清白。所以念佛其实那个原理适合于任何的宗派。你在这一宗里面，这一门里面深入一宗通，一切十大宗通通通，一经通了，一切经都通。所以学佛最怕是什么呢？学得太杂，学得很多很多，你的常识很丰富，但是你增加的只是常识，不是智慧。为什么？这个常识如果落入你的第六识里面的分别，第七识里面的执着，你是加重旧污。分别执着就是旧污，加重你的烦恼，加重你的业障，这个叫做所知障。咁几时先能够显明圣法？几时先能够开悟？所以最紧要就系要一门深入。学佛学道，佢唔系话好似世间学问一样。你阿老子都讲话，为道日损，为学日增。这个学世间的知识，当然每天都要增加知识嘛。但是学道不一样，学道要日损，损就减少，一日一日地减少，就是放下。将你的脑筋里面的常识思维通通放下。甚至连佛法都要放下。《金刚经》里面讲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心里面要空啊，不能留一物啦。你仲有一物留喺你个心中，嗰一物即使系有佛法喺里面都唔得，都障碍你个开悟。所以学习从一门入去容易啊，一门入到嚟啦。就通啊！你从哪一门都得啊！你说我不喜欢念佛，我就用其他的，我参禅得不得？可以，你去参啊！念咒得不得？可以啊！每一门都得，但是呢，你不可以夹杂啊！好像你入这间这个厅堂里面有十个门那我只能从一个门入啊！我同时两个门一起入，你怎么入啊？很难入的。咁你睇你自己根性啦，你自己选择，你选择密宗念咒你就唔好改，一路念落去。选择禅宗你就一路从禅宗入，选择念佛一路从念佛入，门门都可以入到嚟，但门门都要咩呢？洗着旧污，显明清白。方法不同，原理原则是一样，目标是一样。但是在末法时期，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想要得到的唯有靠净土。因为为什么呢？净土是义力法门，容易。它不单止靠自己的力，还要靠佛力。而且主要是靠阿弥陀佛的力。要靠加持。有加持力，我哋提升嘅快啊，容易啊，而且安全保障啊。你如果系考其他法门都参禅，如果冇真正开悟嘅善知识嚟指导你，你喺呢啲境界当中，万一你着相着魔啦，你就好难再回头。那个真系好麻烦。我哋都有听过，有啲人参禅参到神经病，一日到黑要跳楼，要自杀，有啲咩着相着魔甚至啲知识分子大学生毕业嘅结果咧搞到最后得个神经病，入咗疯人院
啊，好可惜。呢啲就点啊？冇善知识指导，啊，佢会自以为是，就容易着魔。啊，净土唔同啊，净土佢唔会着魔，点解？有阿弥陀佛。啊，我哋嘅本尊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护念我哋。你睇《阿弥陀经》讲得好清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几句经文唔系开玩笑噶，佛亲口所说啊！你能够修呢个净土法门，你能够学无量寿经、学阿弥陀经，呢两部经系一部经嚟嘅，你必得十方诸佛嚟护念你。啊！连诸佛都护念啦，咁你菩萨咧，当然跟住要护念啦。啊，龙天护法更加要跟住护念啦。所以你学佛嘅人啊，念阿弥陀佛啊，护念嘅呢啲佛菩萨啊，最多十方诸佛嚟护念喎。其他法门我仲未听讲过话，你学咩法门，有十方诸佛都嚟护念嚟嘅。呢个系经上明明写得好清楚。你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成佛之道上你不会退转，从现在你发心修学开始到你一路成佛，你都是一路很顺利，你不会退，你只要尽。经常已经跟你说得这么保证，我看到这个，我还有其他选择，不用选了，咬定牙根就修这个法门了。啊！死心塌地，咁你先系诸佛如来嘅第一弟子啊！啊，《无量寿经》讲嘅第一弟子啊，你当之无愧。啊，好，我哋再睇到下边嘅经文吓，下边系。普贤圣行的第二小节叫做悲智疗苦，下面分三小段。第一是叫做调圈经文，调众生宣妙理，调宣，我的广东话有时候就不是很正，大家要多包涵，我们在学习这个调啊，就是调和，宣就是宣示众生烦恼之见很强，需要佛菩萨来调调理调和，将众生那些错误的之见调正，用什么来调啊？用妙理微妙的真理，这个真理是讲的事实的真相，就是《法华经》所讲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的之见是什么？我们众生和佛的之见啱啱系相反，佛知道一切法空，而我哋众生咧执着一切法有，所以喺呢个境界里边生烦恼，佛知道一切法空，亦不坏一切法，知一切众生同自己系一体。所以发起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啊，嚟救度众生。而我哋众生咧迷失呢个真相啊，就喺呢个境界里边产生啊自他对立，所以有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做无穷嘅罪孽。
咁而佛话俾我哋知，一切众生啊，本来是佛啊，就系依家我哋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教我哋要放下。你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啦，你嘅佛性就现前，你就知道原来真系自己就系佛。再睇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亦都系佛。咁你就再唔会起自私自利。点解？因为一切众生确实同自己系同体，同一真如。众生点解有自私自利？迷失呢个道理啊！所以佢佛同埋众生区别喺边度啊？佛系明白人，佢明白啦，觉悟啦。众生系糊涂人。不明白，所以他才有产生错误之见，之见错了，所以他的想法做法通通错了。而这个错误呢，又有后果，后果就是轮回受苦，佛菩萨见到我们很可怜，本来不需要受这些痛苦的，我们是自作自受，所以他来我们这个世间宣说真相，将真相讲给我们知之后，我们真正明白过来了，于是就将那些分别执着的放下，不再搞自私自利，因为这个世界所有这个宇宙啊，所有众生就是自己啊，离开了众生还找一个自己找不到啊，离了自己找众生又找不到，自己和众生是 同体同一发生啊，这个众生包括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甚至包括虚空法界啊！你个虚空，虚空亦系众生中缘和合所生嘅现象，就叫做众生。啊，佢唔一定话动物啊嗰啲先叫做众生。嗱，一切法都系中缘和合吗？啊，你话你个台系咩？木头钉啊，油漆、人工，包括合起身咁样叫做一张台，叫做中缘和合吗？啊！所以你话咩嘢唔系叫中原和合啊？甚至那个原子咁细，原子里边有原子核啊，有电子啊，原子核里边有中子有质子，呢啲咪中原和合咯啊！所以咧，你知道呢个道理啊，就唔再喺呢个境界里边分别执着。咁呢度讲嘅调众生啊，一个调字用得非常之好啊，因为众生啊叫做刚强难化啊，佢个业障习气无始劫嚟啊积累落嚟，呢个习气系咩咧？我执非常严重。起心动念都有谂住我点样啊，做一件事对我有冇好处啊？对我冇好处就唔想做啊，对我有好处我先觉得应该去做啊。甚至系咩咧？你做件好事都要谂下，我里边有冇得到咩功德？如果我冇咩功德嘅，我都唔想去做。你睇下，呢个我执好严重啊！咁啊，佛菩萨要调啊！啊，首先点调啊？劝你断恶修善啊！原来嗰个我执严重到话，要损人利己，呢个就恶啊！啊，佛菩萨教我哋，
损人唔系利己啊，系害己啊。用因果教育我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个调我哋啊，哦，我哋知道一定要断恶修善啊。咁呢个因果又系妙理啊。对咩嚟讲系妙理啊？对嗰啲凡夫啊，恶性嘅众生，一定要同佢讲因果教育。尤其系依家呢个时代。依家时代，你话有几个人系唔为自己嘅啊，只为别人嘅？我睇啊，十万个人都揾唔出一个啊，所以个个都系恶性众生啊。咁应该点办啊？用因果教育啊，呢、这个地藏菩萨啦，佢嘅使命啊，喺末法时期代释迦牟尼佛。做众生的本师啊，他教什么？你看地藏经教什么？第一个教孝亲啊，地藏经是孝经啊，地藏菩萨是自己是孝子啊。第二个教什么？教因果啊，将六道里面的因果跟你讲清楚啊，你做什么恶堕什么地狱啊，讲得很清楚。第三讲什么？讲念佛。地藏菩萨他怎样成就的？念佛成就的。他成就之后做什么？教人家清佛名号。所以地藏经专门有一品是地藏菩萨亲自讲的。清佛名号品就是九。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教我们这个。我哋识得点调呢？第一个喺呢个社会要提倡孝道。末法时期嘅众生啊，点解会啊自私自利？从细冇孝道嘅教育，佢连佢自己父母都唔爱嘅，佢能够爱边个呢？当然佢长大成人就自私自利。所以我哋学佛嘅人，首先要攞出一个榜样俾人睇。我哋要孝敬父母。你能够孝敬父母，你先系真学佛。如果咪得假，所以我哋要做呢个榜样，教导人孝亲，教导人尊师。佛法系师道，师道建立喺孝道嘅基础上。人不能够孝亲就不可能尊师，不能尊师就不可能重道。尊师重道，他不重道，他怎可以成道呢？所以佛法的大根大本就是孝亲尊师，而这个根本现在就动摇了，不单止动摇，已经正在被摧毁。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看到这个点，就很担忧佛法将来可能会衰没。为什么衰没？因为这个大根大本已经正在被摧毁。这个社会不提倡孝道了，不提倡师道了，佛法就肯定最后就被摧灭，根本都没了嘛。好像一棵树根本都断了，那些花叶不可能说有几长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帮助社会为将来佛法的兴旺打基础的话，第一个提倡孝道。上一次在今年四月份，这边这个护世释灾委员会，陈正如居士，我就鼓励他发心在4月4日清明办了一场祭祖活动。上周祭奠祖先是用中国传统的祭祖的形式，12000人参加。下周是三时系列，超度祖先用佛法。上周是儒家的，下周是佛家。我们是什么？祭祖是提倡孝道。
啊，《论语》里面讲话，慎终追远，问德归后。慎终追远就是不忘记祖先，不忘本。所以中国人他用祭祖的方法来提倡孝道，很有道理。你看看，你几百年前的祖先，甚至几千年前的祖先，你都不敢忘记。我们祭祀的祖先是什么？24000多个姓氏的祖先，上至伏羲、炎黄二帝，一路到我们下面，现在总共历史上出现的24000个祖先，23800个祖先 的姓氏，全部都立牌位，一起祭祀。久远的祖先都不忘记，我们眼前的父母怎可能忘记呢？那一定会有孝心了嘛。起心动念要想到我们的祖先，不可以做坏事，做坏事这个是丢我们祖先的面子，我们要光耀门楣。你看中国人有这种孝心。所以佛法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兴旺了2000年，比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兴旺？原因就是中国这块 土地土壤很好，它有孝亲尊师的土壤，所以佛法它这棵树移植到这里土壤里面，它很容易就生存，很容易就发扬光大。现在我们如果土壤坏了，不再提倡孝亲尊师了，那就糟了，佛法就很快 就灭亡。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祭祖。结果这次祭祖的活动，我们都没想到佛菩萨加持，祖宗加持，影响力非常大，30多个媒体，国内外媒体来报道，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两个台，国际台和新闻台都报道，凤凰卫视、香港卫视都有报道，香港卫视的副总裁亲自来到法会来采访我，我跟他讲，我就鼓励他，说你的香港卫视要办些活动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有两种人可以救世，也可以将这个世界灭亡。哪两种人呢？第一种是国家领导人，他们一个好的政策，譬如说提倡传统文化，救世不单止救中国，可以救世界。第二种人呢，我就是你们这些媒体的领导人，你们这个电视这些节目播的好的内容，你提倡的是孝道，提倡的是伦理道德，你可以将社会大众的人心教化过来，功德无量如果你播了那些黄色色情暴力，你就灭世灭将这个世界毁灭了。因为就是功德，你可以去极乐世界的，另一个你去堕下地狱的，你自己选择。所以我鼓励他说，孝经常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现在每一个人都希望和谐，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安定。那怎样才能够使到社会安定和谐啊？孝道的教育。孔子讲，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所以你们电视台怎样去用，我就出窍给他听，我说你每年评选香港十大孝子。你十大孝子，你评选过程中你做报道，在这个电视台报道，
派個嗰個攝影隊去拍實地去拍攝呢個孝子係點樣孝親。我話國內好多呢啲咁啊，好感人嘅呢啲孝子故事。譬如講呢個大連嘅呢個王希海，從23歲開始辭咗職務，攞住社會救濟金喺佢父親身邊嚟孝養。佢父親係植物人，每日同佢呢個抹身。一日抹6次身，每2个钟头同佢按摩一次全身，每日都换床单，每日喂佢 六餐，仲将佢扶起身散步。植物人点散步啊？佢系将佢父亲个父亲好肥，结果咧佢将个父亲抱起身，两只脚踩佢自己嘅脚面上，跟住自己向后退，咁就使佢父親有咁樣散步嘅咁個動作，散步2个钟头，自己攰到成身大汗，然後將佢父親放低之後，同佢抹汗，父親亦都出汗咯，運動咯，所以床單日日都要換，驚咩？瞓喺床上個皮膚會生瘡，他父亲有时排便不顺利，他亲自拿个手将个大便挖出来。再闻一下，这个大便呢很正常。他就很高兴。如果是他父亲有时候有痰咳不出来的时候，他就将那条橡皮管伸入他父亲的那个喉咙里面。这边拿个口就吸出来。一吸就吸了23年，26年，直至他的父亲82岁走为止。所以这些孝子的感天动地的事迹，我相信香港都会有。你们这些媒体要报道，你这样报道可以教化多少人，大家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感人的这些孝心的人，自己就不敢，不好意思，不孝父母。所以当你评选的时候，你就是将大家孝心发挥出来，焕发起来。所以如果能够如是评3年，你在评比的时候做大型的活动，请埋特首出嚟参加，特首嚟颁奖啊！10大孝子呢，系对我哋社会有非常大嘅贡献嘅。点解啊？佢哋系我哋社会嘅榜样。这个特首嚟亲自颁奖，所有媒体进行报道，你睇下3年，我咁样听，这个社会人心就变啦，风气就转啦。就不会这么唯利是图了。所以这个就是调众生，现在怎么调？首先要将众生的孝心焕发起来。还有一个是敬老爱老。社会现在特别是香港这个功利的社会，大家只管自己，家的老人呢一般就不理了，推到老人院。所以老人家都好心里面好觉得好难过，好委屈，自己辛苦一辈子，为社会做贡献，教养自己的儿女，结果儿女大了，自己老了，社会就不承认我，所以他心里面会很难过。这个难过呢就会有怨恨。有怨恨，你说他死的时候他带着这种怨恨死的，他不会好，不会去好的地方。多半都是三途里面。
所以老人一定要用爱心去关怀他们。所以香港确实有不少的老人院，我都看过一两间，但是呢我觉得一个物质生活方面当然要提升，更重要的要提升是什么呢？精神生活。老人家没有精神生活很空虚，如果身体有病，心里更加难过，在一起住的老人互相之间都不会倾偈，为什么？心里面那么难过难受，他自闭了，然后看看，哎呀，今天有个人抬出去了，明天那个人抬出去了，几时到我了，你看那个心情多难过，所谓吃喝等死，这个心情你就可想而知。如果老人家有这些怨气，这个社会也都会有各种的不顺。为什么呢？怨气本身是一种能量，它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天灾人祸多半是这些怨气招进来的。所以帮助老人家非常重要。有能力的我们可以帮助老人院。怎样帮助呢？建一个模范的老人院，即是为大家做个榜样，我们这个地方老人家个个都是很快乐，很欢喜，吃得好住得好心情好，吃得好住得好外国很多老人院都做得到，好像美国澳洲老人院我都参加参观过，澳洲老人院做得最好，条件非常好，物质生活来讲照顾得非常之周到，但是心情不一定好。为什么呢？他没有精神生活。所以他日日即时吃山珍海味，他都觉得空虚难受。应该怎样？老人要教育，所谓学活到老学到老，用什么教育最好？用佛法，用净土法门最好。为什么呢？他知道原来我将来要去一个好地方，他就满心的希望，人有希望的人他就会显得年轻。为什么年老会多病呢？因为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希望，他觉得人到了最后了，要死了，一切的希望都要灭绝了。年轻人他为什么健康呢？因为他有希望。现在你能够给一个老人家希望，他觉得将来我就会有一个好去处，你教导他怎样去，他每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听经，一日可以听八个钟头经，念八个钟头佛，真是没病没痛念佛的人年轻所以调要懂得怎样去调众生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社区你要想到我们怎样要使到众生能够认识佛法如果不认识佛法的话呢他就没可能能够接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是我们师父老人家净空老法师用一生六十年学佛为我们验证出来他跟我们做出个样子出来我自己呢学佛二十年也都尝到这些味道虽然没有师父上人这么有这个体会但是
呢個少少地嘅味道已經嘗到。如果冇嘗到呢味道，我唔會出家。我唔會話拋棄我世間嘅呢個教授工作，我唔做。我唔係話走投無路先入佛門嘅。確實係人生最高享受。呢個享受唔係從外面啲物質嘅慾望滿足得到。所謂法喜充滿。無論你是窮人還是富人，貴人還是沒有地位的人，通通都可以得到。如果要說貧賤，我現在是很貧賤，貧是沒有錢，我是身無分文。賤是什麼呢？沒有地位。所以叫貧賤。貧賤都有快樂。你既然知道了，原來你的快樂不是建立在財富上，你就不需要那麼貪。現在整個社會誰不貪？越貪就越痛苦。他這個慾望無止境。賺了1億就想10億，賺了10億想100億，他不可能止。一直到死他都覺得不夠。但是他一分錢都帶不走。所以你說何苦來？所以我們將佛法介紹給人，自己要好好學，然後呢有機會我們要去宣傳。香港我不知道總共有多少區，有多少區大家知不知道？18區。如果18個區裏面，每個區我哋都辦一個活動，介紹佛法。介紹你學佛如何能夠得到你智慧嘅幸福嘅人生。大家明白了，原來佛教唔係迷信，唔係宗教，唔係話專門超度死人嘅，唔係話搞骨灰庵嘅。是搞什么呢？搞教育的。教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智慧，怎样能得到幸福。大家认识了，他来学了。我相信香港真是香了。香港庄严了。这个需要大家去推动。调众生宣妙理，其实真的要落实。所以无量寿经我们要怎么学，每一句我们要想我们怎么去落实。当然调众生首先调自己开始了。自己都未调好，你想调众生是不可能。就好像说你是一个医生，但是你自己一身病，你去医人家，人家觉得他不敢相信你。你先醫好你自己先啦，自己都未醫好，醫我，萬一醫成我，把我醫成好似你咁樣，咁麻煩啦。自己先要調自己，將自己調到斷煩惱，冇煩惱啦。日日都歡歡喜喜，快快樂樂，你先能夠感動人。所以學佛嘅人首先第一個面上要有笑容先。你面上冇笑容，好似苦瓜咁啊，面口，人哋睇到你就，哎呀，唔好学佛啦，学到好似佢咁样惨啦，唔可以咁样，处处要想到为众生做好样子，呢个就是菩萨发心。菩萨唔系话你受咗菩萨戒就叫菩萨啦，菩萨系你真正发起呢个菩提心啊，但为众生皆离苦，不求自己得安乐，有这种全心，你是菩萨。即使你没有受菩萨戒，佛菩萨承认你是菩萨。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是是福，是福田，处功德是福田。菩萨
喺我哋呢个世间。佢做种种嘅功德，为我哋众生啊做福田。功德系咩啊？呢个我哋要搞清楚。我哋去到寺庙睇到，有个功德箱喺嗰度，投啲钱落去，系咪叫做做功德呢？未必啊。睇你用咩心啊！如果你投咗钱入去之后，逢人就同人讲话：我每次去寺院我都投钱，今次我仲投咗100蚊，这个系我好有功德噶，咁样就冇功德啦。你睇下当时达摩祖师嚟到中国，见到。这个梁武帝，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啦，他建了480座寺院啦，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你说他功德是不是很大呢？他自己认为很大，见到达摩祖师说，你看看我功德大不大？结果达摩祖师跟他一盆冷水冚下去。并无功德，哇！梁武帝一听就好嬲啦，即刻将松客将达摩祖师赶出去，唔去护持达摩祖师啦。你睇下，咁好嘅一位菩萨啊，开悟嘅大德喺佢面前啦，唔认识啊？点解咧？执着功德啊！达摩祖师有冇讲错咧？冇讲错，佢确实冇功德。做咁多系好事，但系佢冇功德啊！咁呢啲好事做咗咩咧？做福德啊！佢好有福报啊！做咁多好事，我哋世间人话福气好大啊！福后边有气啊！佢有福而又好有气啊！成日都好嬲啊，发脾气，所以好多啲大富大贵嘅人啊！是很有福，亦都好大氣很多呢啲煩心事以前做的是福啊，唔係功德啊。咁乜嘢先係功德啊？戒定慧係功德啊！你能持戒，能夠得定，能夠開智慧，呢個係功德啊！所以相比嚟講，你去建寺廟。同埋你嚟听经，如果你建寺庙里边你生咗傲慢心，你睇下我捐咁多钱建一个寺庙，这个就系达摩祖师讲话并无功德啦。但系你如果喺度听经闻法，能够听到入定，能够开智慧，达摩祖师就会竖起个大拇指话功德甚大。储功德啊，点样先储得？储啊，就是慢慢存起身啊，积累起身啊。而烧毁功德的最大的是你的怒火，叫做火烧功德林。所以梁武帝一发嬲啊，冇晒功德，一把火烧晒咯，火烧功德林咯。剩下来就是福德，有功德就一定有福德，但是有福德未必有功德，他没有定没有慧，他就没有功德，所以你自己想想，你自己有多大功德，怎样看呢？我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你自己想想，如果我昨天刚刚发完一场脾气，那就是了，从昨天开始计到今天，有多少功德就是这么多功德了。如果你刚刚才发现脾气，才入这个讲堂，那你从零开始的。所以要储功德，你能储得下来，你一定要什么呢？要忍辱。布施要是功德，但是你不忍辱，
你功德儲唔到落嚟，啊，儲咗好似銀行存錢一樣，啊，啊，你呢邊存，嗰邊又搏命去使，啊，用曬啲錢啦，都冇功德。呢邊存落去，啊，嗰邊咧封住，唔好流出去，啊，咁你先儲存得落嚟。儲存就要靠忍辱，啊，受忍辱波羅蜜，你先能夠儲功德啊。你有功德，你才能够为众生是福田，啊，人哋才能够种福啊，啊，好似一个田，啊，我哋种瓜就得瓜，种菜就得菜，种咩得乜嘢啊嘛？依家咧，菩萨就福田，我哋可以种福就得福，啊，咁一般讲呢，这个福田啊。啊，除了菩萨做的这个是叫做功德田，啊，就是你供养菩萨，啊，你礼敬菩萨，你就能够储存功德，啊，那除了这个功德的福田之外呢，还有其他三种福田，啊，第一个叫做翠田，翠就是畜生道啊，恶趣啊，你对一切众生啊都爱护啊，好似爱护动物啊，外国人爱护动物啊，专门有呢个爱国爱动物协会啊，这个呢亦都系啊一种修福啊。我哋佛门里边啊，经常有放生啊，自己食素唔杀生啊，呢，这个就系修福啊，使到众生欢喜。你就能够使诸佛欢喜，啊，所以我哋睇到啊，边度众生好苦，我哋要救，啊，诶，这个老人家啊，无依无靠，啊，儿女都唔理佢，啊，我哋要啊伸出援手，啊，去帮助佢，啊，唔单止俾佢足够嘅物质生活，仲俾佢啊足够嘅精神嘅啊充实嘅生活，啊。教俾佢佛法，啊，呢啲都系种福田。第二个系苦田，就系嗰啲贫苦人，啊，我哋要救助。第三咧系恩田，恩田系父母，啊，对我哋有恩嘅人，父母、师长、啊，老师，父母系养我哋嘅身。啊，生命师长，特别是佛法里面的老师，是生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这个恩德，啊，不亚于父母，啊，所以我们呢都要对他们行孝，啊，行敬，啊，这个是种恩田，啊，所以这三种田再加上呢就是供养圣贤，供养佛菩萨，这个功德田。咁我哋自己啊，要发心做众生福田啦，啊，无论在家出家，你只要真正有修行，啊，你嘅存在就系为众生是福田，啊，你真正有修行，你念佛三昧，人哋哪怕对你合掌恭敬，佢都种咗福田，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有呢个修行。下面第三小节是救苦，以诸法药救了三苦。这里是讲众生啊，有种种的病苦，病不单止是身体的病，心病啊更紧要，啊，那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所以佛呢就有八万四千种药来救治，啊，所以这个法药，啊，是用药来比喻，啊，这个法门，啊，可以救众生的苦难，啊，那这个苦讲的三苦
三苦呢，有两种讲法。一般来讲，三苦啊，有苦苦、坏苦、行苦。这个是名词俗语啦。苦苦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这件事它本身就是苦的。好像我们肚饿觉得很苦，本身就是苦。这个或者是眼睡了，昨晚没睡到，一夜都失眠了，今天要来听经，哇好苦。这个就是苦苦。第二种苦呢，它那件事本身呢，可能你觉得很喜欢做，很快乐，但是呢它不可以长久，一旦破坏了你就觉得很苦。譬如说你肚饿的时候吃饭，吃饭这件事很快乐，哇吃什么都香，现在给你的山珍海味，各种的美食摆在你面前，哇吃完一碗又一碗，吃得很快乐。但是呢，问题是呢，如果现在呢突然间说不给你吃，你吃到半路没吃饱，不给你吃，这件事被破坏了，你就觉得很苦。特别已经尝过那些美味之后，你现在不给我吃更苦。还有呢，这件事如果是一路给你做下去，监着你做，强逼你做，你都苦。吃饭饿的时候吃一碗好快乐，吃两碗就没那么快乐。这个经济学里面讲的这个是什么？递减的这个效益，递减效用，第二碗就没第一碗那么快乐，第三碗就没第二碗那么快乐，第四碗不行了，开始苦了。如果第五碗、第六碗一路监着你吃呢，哇，一路苦下去了。你看，原来快乐可以变成苦的。你说吃饭快乐好啊，你一路吃下去，看你快不快乐。你就不快乐变成苦了。乐可以变成苦，这个叫做坏苦。而且那个苦不会再变成乐的。乐可以变成苦。你说吃饭是乐，一路吃下去就越来越苦。它不可能吃下去就后来到一个极限它就变成乐，它不可能。但是呢，苦 是,、就是苦是永远都是苦，乐的可以变成苦。所以这个世界没有 真正的乐，它没有长久的乐。乐只是暂时离开痛苦一点，那你先觉得那个苦暂歇一下，那才叫做觉得乐。其实那个都不是乐。第三种苦是什么？叫行苦。行苦是这个一切的世间的万物都在变化，在转变，不能够停止，你又不能够控制，万物都有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你想控制都控制不到，如果你能够控制，你应该年年十八岁，年年都是年轻美貌，但是不得啊，控制不到啊。从出世那天开始，就每天向哪里精进啊？向那个坟墓，向那个火葬场去精进，停下来。所以这个叫行苦啊。咁喺欲界呢，三种苦都有。苦苦、坏苦、行苦。喺色界呢，苦苦无乐。苦苦点嚟㗎？因为你要欲望你先有苦。咁色界人禅定好深，佢嘅欲望已经彻底呀伏住咗啦。用个定功伏住咗欲望。佢就冇苦苦。譬如说他不会肚饿，他不会想吃东西，他不会想睡觉，
啊，佢冇呢啲欲望咧，财色名食睡呢啲欲望啊，通通放下啦，佢就冇呢啲苦苦。啊，但系佢有坏苦。啊，佢喺禅定当中，佢嘅寿命好长。但系咧，个禅定里边啊，啊，佢虽然有呢啲妙乐，但系佢嘅寿命系一定。到个寿命完嗰时候，佢又要堕落。啊，这个就是坏苦啊。而佢即使依家冇坏苦，啊，佢个一念一念咁样向前，啊，即系不断嘅变化。佢都有呢一種啊啊好微細嘅成住壞空，佢能夠覺察出嚟啊，呢個就是幸福啊。咁到咗無色界咧，色嗰個色界係有身體有物質，色就物質。無色界連物質都冇埋，冇身體，冇宮殿啊，冇人冇咩咩都冇嘅啊，係只有靈嘅世界，靈界。啊！佢个禅定啊更深啊，最高一层天飞上飞飞上天，寿命八万大劫啊！但系佢都有终止嘅时候啊，而佢自己知道将要到嗰个时候，佢亦都要堕落。呢个就是幸福，念念变迁不停啊，所以。佛经里面讲话三界同苦，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冇一界唔苦嘅，啊，所以你出离三界先行真正离苦得乐，啊，往生极乐世界咧，三种苦都断咗啦，啊，先叫极乐啊，啊，咩叫极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呢个先极乐啊，啊。所以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啊，最简单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你就救疗三苦啊。啊，咁三苦仲有另一种讲法咧，系唐朝嘉祥大师讲嘅，啊，叫做三有之苦。啊，三有就系讲三界，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虽然咧同前面讲嘅三苦咧，啊，亦都相应，啊，但系咧，啊，佢呢度咧就更加显示出，啊，要超越三界嘅意思。嗱，啊，救疗三苦啊，就系，是，出离生死苦海。啊，断尽三界里边嘅见思烦恼。啊，这个就救了三苦了，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更加好了，啊，讲三界之苦。下面经文讲的是受记佛护，第一小节讲受记，升冠顶阶受菩提记。这一句以下，啊，总共六句经文，啊，就是，啊，升冠顶阶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利，常集相应无边诸行，成熟无边，啊，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几句经文呢讲的是密法密宗，啊，我们可能听过，啊，如果菩萨不修密法是不能够成佛的，啊，那这个密法呢不是说我们简单讲的，现在看见的密宗，啊，那些，那些，受记，啊，那些，即是灌顶法，啊，那个灌顶一般叫结缘灌顶，啊，就好像我们受三归五戒，啊，这样上下结缘，啊，它不是真正全程大法，
呢个星冠顶街，佢讲嘅系受职冠顶啊。密宗里边讲嘅冠顶啊，有两种啊，结缘冠顶啊，佢只系啊传你一个修行方法啊，譬如讲你持咒啊，你啊学咗一个手印啊，你自己翻去练。啊！但系你系冇资格啊，成为呢、这个啊密宗里面承认你嘅啊，譬如讲金刚亚舍利啊呢啲资格嘅啊。而受职灌顶咧，就系、是、真正嘅灌顶啦。啊，讲嘅如法修行嘅人啊，系得到咗密法嘅灌顶之后啊，佢严持戒律。啊，精进修行，而且有好长嘅时间，啊，功夫已经好深啦，啊，智慧已经开发了，啊，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为人师啦，啊，就可以做老师啦，啊，于是咧，啊，就可以啊作为金刚上师，啊，或者金刚阿舍利，啊，就等于系。密宗里面啊，俾你一个职务啦，啊，叫做金刚阿舍利职务。咁呢种人啊，佢第一个知见系完全正确，第二个真正有修行，啊，真正开智慧，啊，唔系普通人啊可以担任嘅，啊，好似黄念祖老居士，啊，佢本身就系喺密宗里面得到金刚阿舍利嘅呢个地位。啊，咁佢老人家唔系普通人，啊，系等觉菩萨啦，啊，至少系等觉菩萨再嚟，啊，所以咧，佢注解嘅呢部《无量寿经》嘅大经解，注解到非常精彩，啊，我依家咧啊都系用佢嘅呢个版本啊，啊，佢注解咗之后咧，佢讲咗一次。啊！我是用他讲的这个讲记啊，作为复讲啊。咁我哋师父上人净空老法师咧，依家系用他的大经解，他用文言文写的大经解，用那个注解嚟讲解啊，讲解得更加详尽啊。我哋呢个咧系用白话解啊，比较简单啲。所以呢、这个星冠顶阶啊。啊，是真正已经啊开悟了啊，可以成为上师了。这个是菩萨啊。咁密宗，其实大家听到密宗咧，就觉得好传奇啊，因为听个密字啊，哇，里边有咩秘密啊？啊，个好奇嘅心就嚟啦。其实呢密宗啊里面不是有什么秘密。这个密是什么？因为它太深了。啊，一般人啊未必有这个能力去理解。啊，更加没有这个智慧契入。所以呢就叫它密。啊，这个密是叫深密，不是秘密。啊，其实密宗佢同净土宗系非常之相应啊！学密嘅人首先要通教理啊，所以学密宗首先十年学显教啊。你教理唔清楚，咁你啊修密啊叫做盲扯扯啊，修唔好嘅啊！一定系要对教理非常之了解，第二个呢，啊，你要啊真正有好的上司来指导你。啊，咁呢两个条件好多人就达唔到了。啊，咁净土宗呢当然都要有教理的基础。啊，印光大师讲话啊，这个所有的佛法的法门
通通都要啊，从教理入手。啊，你唔明白道理，你点样去修行？啊，好似一个盲人，佢都揾唔到方向，佢点样行路呢？啊，一定系睇明方向啦，你先去到行路。啊，所以教理嘅学习好紧要，净土宗亦都要学教理。啊，而净土宗同密宗好相似嘅地方咧，都系啊，叫做他力法门。啊，叫果教派，啊，果教就是以果来收因，啊，密宗呢，它是直接，啊，以这个十方诸佛，啊，为自己本尊，啊，所以能够得到诸佛的加持，啊，那净土宗呢，就专一。专以阿弥陀佛为本尊，啊，能够得到阿弥陀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十方之佛亦都护念你，所以佢一样嘅，啊，他力法门系咩咧？我哋成佛点样成啊？靠阿弥陀佛成，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就一定不退成佛，所以我哋念阿弥陀佛嘅时候，同密宗讲嘅三密相应，即身成佛，道理系一样。啊，三密相应系众生嘅呢个身口意三业，同埋如来嘅三密相应，啊，身密、口密、意密。啊，咁呢个相应嘅嗰时候你就成佛啦，啊，唔相应嗰时候你就唔系佛，你就凡夫。所以密宗佢点解佢啊，亦都系快速嘅法门，因为佢一相应就得啦。咁而我哋净土宗咧，点样能够相应啊？我哋用口念阿弥陀佛，啊，我哋嘅心亦念阿弥陀佛，啊。我哋嘅耳仔听阿弥陀佛，啊，个身我哋就用耳仔，啊，用口，啊，口念出嚟，耳仔听入去，听到入个心。你冇夹杂任何妄念嘅时候，你就相应。啊，所以念佛呢，这个要领啊，好紧要。点样念啊？一定要口念得清清楚楚，耳仔听得清清楚楚。心要非常清楚分明，知道这句佛号，啊，在这里念着，你听得很清楚，啊，那这个时候就相应，你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啊，所以净土宗，啊，下莲居老居士曾经说，净土宗就是密教的显说，啊，等于密教的显宗，啊，而密宗就是净土宗的密说，啊，那这个升冠顶阶，啊，就是讲这些菩萨，啊，真正，啊，做到，啊，金刚上师的地位了。咁喺密宗嘅一个教典《密藏记》里面讲咧，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啊，乃至等觉菩萨，到咗正式啊，要证入佛果之前，啊，即要将要成佛嘅时候，诸佛就要以大悲水啊为佢哋灌顶，啊，这个是等于是为他啊，啊，这个受职了，啊，你已经可以登上法王的位置了，啊，等于是一个宣誓的一个仪式，啊，叫灌顶，啊，正式，啊，入佛位。所以在会的这些菩萨
升灌顶阶啊，接受诸佛嘅灌顶啊，所以佢哋都系咩咧？普贤菩萨啊，因为我哋知道普贤菩萨啦，系密宗嘅初祖啊，喺密宗里边叫做啊呢、这个金刚沙埵啊，金刚沙埵啊，系密宗嘅创始人。他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所以大家能够安心念佛，我告诉你，你也是修密宗，也是修禅宗，禅密都沿用在这个净土宗里面，而且阿弥陀经里面为你受记，你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弥陀佛为你灌顶这个顶也是比喻是最高的法门将这个最高的法门授予给你叫做灌顶所以密宗里面那个灌顶拿一些水来淋你的头那些都是表法的意思千万不要想哦，那些水淋到我头上我就有什么福报你咁样谂就迷信啦，嗰、那个系表一个法表咩法啦？将最高无上嘅法门，呢、这个叫顶啊，顶系最高噶嘛，授予俾你啊。咁呢个法门系咩啊？讲破啦，念阿弥陀佛，成佛往生成佛，呢、这个就系你能够接受诸佛嘅灌顶。受菩提记就是佛为你受记等于预言将来你要成佛你的世界叫做什么名字你的佛号你的名号是什么名字你能够度多少众生那叫做受记大家能够学无量寿经我告诉你知释迦牟尼佛已经同你受记了哪里受记在无量寿经第四十八品大家可以翻开第四十八品你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同名妙音如来你看我们将个经文打开读一读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同我们受记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四万亿那由他八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此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于二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大家将来成佛叫什么名号啊妙音如来同名的佛很多我们将来在不在一起的现在接受无量寿经的教法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你成佛之后就叫做妙音佛你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授记所以这个法门真是无上的法门你要有信心坚定不移修下去一定有大成就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多谢大家